是 air pod， 没有，是 air fryer， 神奇的气炸锅 ，made in China， 是 future lab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入镜一下，它就会有一只脚冲过去。保利龙乱飞，涡轮气炸锅，涡轮气炸锅食谱，麦香油条，酥脆馒头片。所以他把馒头切开来哦。等一下，他的馒头为什么要加辣椒粉？你这是辣味馒头啊？酥脆饺子、香脆豆皮、香脆丸子，什么都要脆脆的，就是了。是美味牛排，还有吐司面包，哎，可以做西式蛋糕，哎。它怎么看起来真的很像爆炸？它写热空气结合高速空气回旋，快速换气的原理，所以它可以当微波炉使用吗？如果产品冒出黑烟，立即拔到电源，等待产品停止冒烟后再将炸弹从箱里拿出。什么鬼啦？那我待会是不是就会冒出黑烟？所以冒出黑烟是正常的、啊。我不知道啊，它看起来好像很正常。是神奇气炸锅，那电线也太短了吧？啊，就这样，应该只有70公分的线而已。我本来要说一米耶，70公，还是它可以再拉出来？应该不行。我直接把它扯断，只有70公分的线，就只能在插头旁边使用。这铁裤怎么感觉？包哎，看起来像是烤箱加上电风扇的，它真的是就是烤箱加电风扇啊，它就是一个密封的烤箱加上电风扇，1000瓦，预热需要3分钟，它使用说明写超不清楚的，什么都没写，这样吗？对啊，我把它放进去是要干嘛？那我不直接把食物放进去就好。还是食物会滴油还是怎样？哦，这应该是放在下面的，然后下面是滴油的，是不是？应该吧。所以它给你把油沥掉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这么厉害？就什么炸猪排的那个网网给。哦，有点像。好吧，我们把它洗干净，我们就来炸一下猪脚。我要 DIY 啊，直接把食物丢进去，我管它。到底正不正确？直接把食物塞进去。哦，一不是虾米，哦，这是 mode， 所以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6种预设。就来个10分钟，180度，开始。你都说不用这么久，那我把它拿出来就会停。虾米，我已经转很久了。我就一直把它拿出来，再放进去，它怎么停不下来了？那来个7分钟，180度，就给它慢慢转。是气炸锅完成。我们来把食物拿出来，它整台机器都很烫。哇，不滋不滋的声音。哦，哇。超多油脂，完成，不要来试吃猪脚。我不知道它其实原本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处理后变成怎么样，吃起来怎么样。怎么样？跟原本的吃起来有差吗？它下面滴了超多油，所以它是不是比较不油一点？还是一样油？怎么样？是这么好吃的？怎么样？你怎么吃到不说话？有什么心得？只是变热了。只是变热了，对嘛？它就是个烤箱加热嘛，它就是一个密封的烤箱加电风扇。那跟烤箱有什么差？这个会比较省电吗？对啊，比较轻松嘛。比较热不会散掉。你说牛小排把它切成条状放进去，气炸牛小排结束。怎么还这么烫啊？它是靠爆炸了。